又要早起了。嗯哦哦快去关闹钟，不去，赶紧的，别磨叽，要打出去的。苏苏，起床了。哦，让我再睡五分钟。当你的零食归我了，明天再来床，我的零食就全归你。扶我起来。零食归你了，明天一定早起。我会吹萨克斯。人家不吹了吗？人家会空中跑球了。救命啊！苏苏，到你了。我没有才艺。怎么可能没才艺？举个例子嘛。有了。洋葱。医生，我这泪水哗啦啦流不停啊。我来了。我看你泪腺发达。搞定。芒果。医生，我肚子疼。小问题，拍个片吧。好大一颗结石，手术吧。竟然有些舍不得。豆腐。医生，我的泡啊。喝了它。哇。说药有副作用。苏荡上货机，来份煎饺吧。收到。先烫个刘海，再补点腮红，搞定。来个茶叶蛋吧。鸡蛋，别喝茶了。来了来了。我感觉脑袋有点不对劲。来根火山石烤肠吧。来活了。好撑。哇，我最喜欢脆脆的烤肠了。吵死了，不想起床啊。我是粽子，你到端午不用起床了。上班了。上班。烦死了。你已经是成熟的壳了，要学会自己起床。才几点啊？我就再睡五分钟。哎呀，舒服，起床喽。种树，鸡蛋。呜呼，发财了。豆子。有了这些，我就可以开早餐店啦。泡面。不知道能不能长出红烧牛肉、小鸡炖蘑菇、鲜虾鱼板呢？怎么还是普通口味的泡面啊？算了，也不亏。为什么我的泡面都没有调料包？一起去划船。你今天真好看。讨厌。苏苏，天气真好，要不我们也……有点热，你看你脸都晒红了。哼！救命啊！奇怪，怎么煮了这么久还没煮开？刚刚发生了什么？此地不宜久留，快跑！又要上网课。上课了，大家都到齐了吧？
你是谁？好啊，找人代课。啊，我没有，老师，我只是开了美颜。这道题这样解，说声音。不听，上课居然看电视。老师，我错了。那这道题，小苏苏，你来回答一下吧。啊，糟了，我不会。有了，老师，这……小苏苏卡了吗？听得到吗？小苏苏，苏苏，一动不动的。小苏苏，少苏四，苏苏大师，我想学功夫，我要变得刀枪不入，继续练吧。我觉得我现在可以打100个。苏苏师傅。我什么时候练成铁头功啊？好好练，包在师傅身上。我终于练成铁头功了！啊，怎么回事？苏苏大师救我！苏苏大师，我已经想好了。你准备好了？那我开始喽。轻点儿。我已经看破红尘了。但是在家做的不够专业，我们带你去个好地方。哇，幸好不是就自己给苏苏做蛋黄酥了。我们也保住了，看得我都想去刷蛋液了。专业的事还是得交给专业的人来。苏苏看，蛋黄酥这就做好了。咦，拿到了，拿到了，溜了溜了。梦想还是要有的，你看这不就实现了吗？学霸，山不在高，有什么来着？哎呀，背书太难了。童子云，何乐之遥，背完了，真简单。学渣，即便我不变，我也好看相限。啊，这数学太难了。学苏，还有50多天就要高考了。什么？我们上高中了？学霸、学渣、学苏，你是哪一种呢？外星人入侵，真舒服哎。我要征服这里。什么东西？妈妈，救命！警报！警报！超正警报！你快回来了！真好吃！急死我了！我一定会回来的！啦啦啦啦啦啦！那是什么？这有2个呆子！大胡子！看不见了！回来的！妈是外星人吗？